哦。我拎着他吧。还有啊，我拿不了那么些个。我帮你。也不合适，你摁这个。哦，还有我的呢。这个每次演出，我都弄得跟进货似的。无以为报，嗯，你们老这样不合适，哦，因为你们这场你买了，下一场你要不买就，您还有够没有了？不是，我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出发，每次都买，您偶尔有一场不买，多丢人呢，是吧？你是要脸不要脸？再一个，你买的也未必我准爱吃，是不是？你就不如把钱给我。这还在折现的呢，就是这也没多少，是个心意，是吧？什么叫心意？今天我特别开心哦，今天是五月五，嗯，端午节啊，端你节呀？端谁？端午节啊？端你？端我干嘛呀？端午，端午节，对，端午节，嗯，吃粽子，饮雄黄，这是令儿，纪念屈原，是。楚国大夫屈原，哎，身投汨罗江死的，是啊，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屈原。怎么呢？因为要没有他投江的话，嗯，我们怎么能有这三天假期呢？哎，这个，哈哈，这个代价大点了。嗯，我觉得应该再多放几天假。哎，那得死多少人呢？啊，你瞎说啊！嗯，大伙儿都认识我们，嗯，郭德纲、于谦，是，我得感谢现场的朋友们，哦，这好几千人啊，嗯，拿钱买票，是，你说你们真是有钱，真的，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不是，你们不光有钱，你们还会活着，哎，会生活。你甭管是几百块钱买张票吧，嗯，这一晚上哈哈一乐，打心里痛快，哎，图个乐。这三百、五百、八百，甭管多少钱，嗯，你就搭五百。是，这五百块钱在家里边摆在桌子上，嗯，你看着，你乐不了。看着钱谁乐呀？你看着他，你要乐出来，你那个病五百治不好。哎，这是吧？改神经了。你想不疯了吗？那不是。就是。而且来了之后呢，嗯，就敞开的乐。哎，你只要多乐，你这钱就算回来了。哦，这就值了。你要不乐。我也不退是吧？对，可不是不退吗？所以我劝你们，该乐就乐。哎，人最难得的就是快乐。哦，啊，挺好。这两天我就很快乐。你？我们家粽子的海洋。什么？都是粽子。哦，是朋友送的。朋友送的。嗯。还有朋友托我送给别人的。您都留下了。嗯。他们也吃不了这么些。对对。你也吃不了这么些，我可以冻起来。哎，这就你们家有冰柜是吗？明年我再送人也是好。哎，明年再送。粽子是传统食品啊。是啊，北方人江米小枣，嗯，豆沙莲蓉，哦，有栗子的，红小豆的啊，什么馅儿都有。南方人吃那个有火腿的，哦，有咸肉的，是上海那个鸭蛋黄的，嗯，对对对，风味不一样。嗯，人说四川还有那个，嗯，麻辣口的粽子，麻辣的粽子没吃过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当然允许，啊，这风味不同，饮食习惯嘛，是吧？是是，四川人好吃个辣，对，炒鱼香肉丝，夸一包，包鱼香肉丝，宫保鸡丁的粽子，嚯，听说他们有研究，嗯，毛血旺馅儿的。那就别包了，那就直接吃多好。得这么大个儿。哎，对，那盘儿就不小。江米弄开了，里边是一盆儿。
连盆都包进去。毛血旺馅儿的。嘿，我在家我也想包粽子。你也会这个？会包，但是这馅儿想不起来弄什么的。你想想，韭菜鸡蛋的，你看这我会吃的。这口够重的，您这。啊，韭菜鸡蛋的是吧？腰子馅儿的。您比他口重。猪大肠馅儿的。哎呀。皮皮虾馅儿的。哦。盐馅儿的。盐馅儿的。多齁的很啊。外号叫咸江米。哎呀，还咸江米。想不起来吃什么馅儿，米都泡好了，粽子叶都泡得，这吃什么馅儿的还想呢。一抬头，嗯，挂着于谦的照片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个猪头肉的。我去。看我想起猪头肉来了。你像很亲切。没听说过。就是油大了点儿。显着肥挺好啊。五月节吃粽子。对。八月节吃月饼。是。正月十五吃元宵。这都是讲究。挺好。嗯，老话说得好，民以食为天，就讲究吃，谁也离不开吃。哦，小孩一落生，嗯，这妈把孩子抱到怀里。是。多长的孩子这是。哎，这太小了，哪儿拴来的，是怎么着？没抱过孩子。啊，干嘛排位呀？是怎么着？不是抱孩子吗？啊，行行行，你要没抱过就别比划，你这玩意儿。我没抱过哈。啊，抱孩子吧，抱着吧。啊，小孩一老生抱在怀里边，是，他就会吃奶。啊，那当然，这是天性。谁教他了？没有，他就知道吃奶。是，你见过哪个孩子一抱怀里吹？没有，没有。嗯，民以食为天，生下来就会，其实很正常。嗯，都说民以食为天。嗯，哪来这么句话呀？嗯，不知您哪一位研究过《周易》？这《周易》里边有吗？八卦里边就写着了，民以食为天。民以食为天。哦，《周易》。嗯，八卦，明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是明八卦。暗八卦，嗯，休生伤度井死惊开。没错。啊，吃饭得用筷子。筷子，筷子是两根儿，对，两就是二的意思。嗯啊，不要诱导。您又想起什么来？我说的是一二三四那个二。啊，谁也没说别的。嗯，准备照相似的。别往我这儿。这个两，这个二，嗯，在八卦里边，嗯，属于对卦。怎么叫对卦？乾坎艮震巽离坤兑。哦，这个对属于对卦。嗯嗯，啊，是口的意思，是嘴。哦，筷子两根儿。嗯啊，直长型的，长的，啊。我跟你们聊不到一块儿去。谁也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，还没吃呢就惦记出去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是吧？直的，长型的。嗯。两根筷子。嗯。两根筷子在八卦里边属于是巽卦。嗯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巽。哦，属于巽卦。是，为入的意思。嗯，往嘴里搁。哦，筷子一头方一头圆。嗯，天圆地方。嚯，圆的这头往嘴里搁。嗯啊，这就叫民以食为天。是，两根筷子在手里拿着，一根主动，一根从动。哦，这还分呢。对，有一根是动的，那根是帮着的。是是，主动从动，主动的为阳，从动的为阴，还分阴阳，此为两仪之象。哦，手拿着筷子，拇指食指在上，嗯，无名指小指在下，中指在当中，这为天地人三才之象。真讲，所以说民以食为天，最早在八卦里边就得到体现。哎，你要听别的说相声，给你讲不了这个。对，嗯，谁这么研究吃？所以说嘛，这个对属于是，哎，这你净搅和我啊！咱们从说吧，好吧？好吧。我一想弄什么馅儿的呢？我一抬头啊，哪儿说呀？我看你于谦的相片，鱼头肉的，鱼头肉啊！您就从这筷子说，从筷子说，嗯，拿筷子有讲究，各位啊，嗯，打小家里边吃饭，嗯，我姥姥、我奶奶都教过我，哦，筷子有规矩，嗯。
包括这加东西加菜，好些个忌讳。哦，敲盘敲碗不行。哎，这骂厨子了。第一是骂厨子，第二有人据说过去要饭的才敲呢。哦，家里小孩吃饭不允许敲，家大人不干，此其一。嗯，第二不能够指人。哦，筷子不能指人。哎，几个人坐一块吃，这指人。哦，不礼貌，这不行，不允许。啊，包括夹菜，嗯，有骑马夹，有抬轿夹，这还分那么清楚。您想这个姿势啊，嗯，从上边夸夹菜，嗯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骑马。哦，打底下抄。嚯，抬轿。哎呀，不允许。嗯，包括这筷子说插在米饭里边，嚯，不行，这死人才这样的。哦，代表着香炉。哦，这是香。旧社会开刀问斩杀犯人那碗米饭，嗯，正当中插着筷子，这都是规矩。嗯啊，吃饭呢喝酒啊，这都好些个条条框框，过去来说这就是规矩嘛。啊，包括喝酒也是跟人敬酒，是端着杯，这手端杯，这手托着底儿，对，尽量低一点碰杯。哦，在人家杯子下边，不能太低也不行啊，一拿起来咵啪地下了，这哎，这杯子就洒了，不合适啊，人对方没法再敬你了。就是啊，酒要少吃，是要多吃，嗯，适当喝点就得了。嗯，呀，谦儿哥这方面做的不好。啊，我好喝点。哎呀，嗯，这个人不可救药，真的。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儿喝完了，跑到酒吧还喝去。换个地方。哎，酒吧要喝啤酒，我都能给你点建议。哎，什么建议呢？你听我这几句话，你说说。到酒吧你能受用无穷。你说。我不知您哪一位喜欢上酒吧喝啤酒去。嗯嗯。三五知己聊聊天，喝点啤酒，挺好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。嗯。啊，但如果说觉着喝着喝着啤酒，你觉着脚上潮湿而且温暖，这个是？那就是膀胱控制不当。您就说尿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就有可能是尿了。干嘛有可能啊？就是尿了啊。喝着喝着酒，突然觉着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吊灯，这是？那你就是仰面朝天的摔倒了。这就不叫什么建议了，这个，这就是躺下了。如果感觉嘴里边有烟头，这是？那就是脸朝下摔了。哎，啃着地了。嗯，如果觉得地板在移动，这个？那就是有人往外蹬你。哎，要给你扔出去。觉着啤酒特别的清澈，这是？那是有人泼你。哎，拿水泼你那是。哦啊，如果觉得身上哎呀很疼，这个赶紧向所有人道歉，不定谁打的你。哎，对，那打完人向人道歉。酒要少吃，是要多吃。哦，啤酒你没量喝不了。是，人说白酒倒是能练。哦，于老师当年喝白酒喝不了太多，没什么量。现在喝白酒，好家伙，了不得，这都练的。也在于练。喝白酒，夏天喝。嗯。夏天，才长呢。热天。哎呦，穿貂皮大衣。我撑的是怎么？貂皮大衣，配一被窝。哦。喝白酒，喝辣，吃辣椒。嗯。在太阳底下烤火。我这身体要不得了吧，我就别喝了，那就不光这么着啊，在吃上再调整，整个的自个儿酒量全上去。我就这么调整。那呀，这人哎呀可会调整了。是吗？大补。哦，没事买那个猪腰子呀。干嘛？羊腰子，买鲜的。嗯，搁在家里边白水煮。煮腰子。煮腰子。哎呀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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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煮完了整个楼道都出来了。嗯，谁炖尿呢？哎呀嗨，这么骚气呀，这玩意儿！煮完之后，那腰子雪白雪白的，嗯，腰子就扔了，就剩那尿了，是吗？我这练尿呢，我这，哎呀，你说话都冒黑烟，嚯，倒不是黄色的啊，有上火的。哎呀，什么上火？知道吗？嗯，还买那个生蚝吃。那是补的，蚝都吃，也叫牡蛎啊。啊，对，外国人最好吃生蚝，牡蛎大补。对对对，于老师买、嗯、大个的，咱们吃都有烤的，有干嘛的哈？对，他那是整个生的，当当当当吃，就讲究吃生的。我看见过，吃完了难受，吃多了，吃太多了吧？嗯，吃了四个，那不多，四个不多。嗯，肉不鲜吧？嗯，什么肉？啊、不是，撬开壳那肉不鲜吧？嗯。还撬开壳呢？哎，嚯！
我生吞下去的，我这胃够好的了，我这就练出来了。哎，对，我把胃练出来了啊。后台，后台谁要说布鞋丢了，啊，都找于老师，你吃了吧？哎，当生蚝那么咽的啊。说相声多好吃，嗯，多好研究。哦，想当初我的老恩师侯耀文先生，侯先生就好吃，对，好吃面，是炸酱面，嗯，自个儿抻的小板抻条，嘿，搁上酱，嗯，搁点辣椒，哦，搁上菜码，嗯，撒上青豆，哗哗拌好了。嗯，端到厨房一过水，哎，这后过水呀、啊，那前面都白费劲了，那就。哎，我师傅吃东西程序是有待商榷。哎，对，就好吃白皮儿。嗯，那就别搁姜了。就说是哪有后过水的？后台还有一个叫高峰的人。有啊，那是咱们兄弟，我师弟。嗯，高峰，哎呀，也是跟于老师一类的人。怎么叫一类？好吃啊。是啊，没事还买个水果。好吃水果，什么季节吃什么水果，一点不带含糊。那他讲究，出去问去，这苹果甜吗？嗯，甜。脆吗？脆。好。好吗？好。嗯，来二斤梨。哎，这是什么季节？这是知道吗？嗯，反正追着满街跑啊。是，非挨打不可。知道吗？就为了锻炼身体。哎呀，嗨，跟吃没关系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坐到后台，嗯，摸出一块咸菜疙瘩来，干嘛吃咸菜？吃。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？嗯，没有，这不为了拜拜火吗？吃咸菜拜火？我说你疯了，吃咸菜怎么能拜火？这、嗯、完了多喝水吗？哎，这不是作吗？这不是，你直接喝水好不好？直接喝喝不下去。哎，对，非拿咸菜就着。就跟你直接跑跑不了，非得人打他算拉倒。哎，什么人这是？德云社净高人，知道吗？哦，高峰也是过日子戏。哦，过日子戏。一般那个不该花的钱绝不花。那好，哎，但该花的钱也不花。哎，那就没花钱的地方。他请客永远是早点，吃早点，早点便宜啊。哦，要自个儿吃早点能吃哭了。怎么？拿油饼咬两口，眼泪下来了。怎么？这得多跟吃饱了。嗨、哎，饭量也大点啊，就好这个、嗯。有时没事跟家也吃面。哦，我净碰你们住的街坊。是，一大碗面白皮儿。哦，什么叫白皮儿？嗯，老北京话。面条下锅煮，煮完捞到碗里，什么都不放，这叫白皮儿。这叫白皮儿。嗯，端着白皮儿出去、嗯，你上哪儿去，高峰？嗯，我上麦当劳要点番茄酱去。哎，这太会过了吧？这个，一般人琢磨出这道来吗？真是，啊，麦当劳没上他们家要面来。啊、火。这高人都哎，都碰一块儿了。这都高人、嗯，有时候自个儿连白皮都不煮，那怎么吃？高老板蹭饭去，上哪儿？上太他楼上侯震他们家。哦，他们住街坊。侯震大伙儿都知道。嗯，我师弟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对。啊，侯震他们楼上楼下。嗯。早先侯也不住他那儿。哦。后来搬那儿去，把高峰乐坏了。是。哎呀，侯震搬楼上了。嘿。高峰家里面连煤气炉都卖了。哎，对。就不打算起火了是吗？他就没问问侯震。嗯，侯震是常年啊上肯德基要酱的主，老哪儿都有酱，反正两大快餐算德云社下属企业。哎，对，那改食堂了。嗯，到点了，一吃饭了啊，这高峰上楼了。哦，找侯爷串门去了，就吃饭去了。侯爷本来正吃着呢，一听敲门，把东西都搁铺底下。什么人？搁好了，自个儿坐着弄牙签儿。啊，假装吃饱了，其实还没吃呢。嗯，剔牙。高峰进来，聊会儿天吧。嗯，这房子装的不错，挺好。是啊，看看我这卧室。嗯，这我这书房。嘿，侯震的书房，我给写的匾。哦，仨大字儿叫“鸡贼轩”。哎，您还很了解他，我太熟悉他了。嗯啊，俩人聊天吧。是，打上午十一点聊到下午四点半。嚯、哦，侯震都昏过去了。哎呀。低血糖啊，昏过去了。侯震糖尿病，哦，吃饭之前打了一针胰岛素。哎呀，打完了准备吃，他来了，这不都搁铺底了吗、哎？这不要了命了吗？这不，侯也昏那儿了，躺那儿了、啊。高峰眼泪都下来了。是，到底有吃的没有啊？哎呀，还吃啊？他不知道铺底有饭菜。哦，自个儿翻腾吧，都找了。嗯，昨天剩的菜在哪儿了？还找剩的，整个冰箱、厨房都找没有。是啊，最后在洗衣机里看见了。嚯、哦，都藏那儿了。嗯，
头天剩的土豆，炒的扁豆，米饭，高峰乐都端出来了。啊，打开火到里边，咔咔咔，那盆儿打死剩饭。哦，北京管这叫烫饭，也好吃。剩菜剩饭，咵咵咵弄完了。嗯，有一盆倒盆里，端着盆拿着，咔咔咔咔。哎呀，饿疯了。他这吃的，侯震苏醒过来了。啊。瞧见了，好吃吗？嗯，嗯，好吃，香吗？嗯，行行行行，快点吃啊！嗯，吃完把盆刷了。干嘛？晚上我还用它接手呢。哎呀，嚯！翻出一尿盆来！啊，但这个尿盆嗯，也比于老师喝汤那盆干净。哎。我招你惹你了，这是因为你那是炖腰子的，我那本身就是尿的啊。嗯，这说相声高人多了，嗯，我们都得研究这个，是吗？爱研究点吃的，哦、说相声几乎啊都是好厨子，啊，都会做饭，都会做饭，好研究这个是啊，民以食为天嘛，嗯，甭管你是为了吃而活着，还是为了活而吃，嗯，最起码对自己要好一些，那倒是，是不是？嗯。按说要说光说吃的话啊，打现在说说的天亮也说不完。哦，那么能说？中国这个菜系也特别的多。哦，你甭说大菜，小吃有多少种？哎，小吃可不少。啊，那北京来说，北京有一种小吃很奇怪。什么呀？豆汁儿。啊，对，有。外地人接受不了。是。啊，过去来说，出了北京四九城，嗯，北京的周边各县郊区都喝不了，就没有了。酸不筋儿，有股子。怪味儿，就馊了那意思。能喝的爱的都不行了。嗯，想当初梅兰芳先生啊住在上海的时候，嗯，有个学生叫严慧珠，嚯，严菊鹏的女儿，嗯，上上海看梅先生，拿大玻璃瓶子灌豆汁儿带到上海去送梅先生，比金子还高兴，看着高兴，真是啊，喝这个，而且还说就这胶圈，嗯，就这咸菜丝儿，对对对，咸菜丝儿特别的细，嗯，拌上辣椒面。哎，啊，喝这个，他这咸菜很便宜，哦，而且来说也不要钱，哦，不要钱。过去豆汁摊单有一大盘子，嗯，上尖的咸菜，呵，单有这个财迷，嗯，大家拿块饼，哦，来碗豆汁，哦，吃的那咸菜，哦，白吃，嚯，吃完又去了，嗯，自个儿弄吧，嗯，再来点儿，我不过了，找辙你吧，吃，嗯，一会儿又去。再来点儿，我不过了。嗯，啪啪啪啪吃。嗯，一会儿又去了，我不过了。嗯，掌柜就拦着他，我得过。哎，对，您别净吃了。我瞧见过，因为这还打架了呢，还打起来了。啊，坐在那儿，当当当当当。嗯，哪年庙会我忘了，是哪公园？北京也是，哦、咸菜丝不要钱。嗯、过去这主好家伙，自个儿带着盘子。哎呦，吃，当当当吃。嗯，旁边卖豆汁的看着他。行啊，嗯，饭量不赖啊，嗯，跟您扫听一个人，谁？有一个叫蔡宝驴的，你认识吗？谁？说便宜话，蔡宝驴。哦，驴吃菜就吃饱了。哦，有一蔡宝驴，你认识吗？啊，这主也不抬头，知道知道知道，他儿子卖豆汁的。哎呀，好，这白吃还占便宜，是得打他。买卖也甭干了。那是。俩人打起来了。嗯，北京人爱喝豆汁儿。是。要后台学生们也是，像罗云平他们，嗯，这都老北京的孩子，嗯，好喝这个，上瘾。有两天不喝真想，可不，外地人接受不了，嗯，接受不了啊。你有这么句话吗？说这看这人是不是北京人，嗯，喝碗豆汁儿就能测验出来。那怎么看呢？走到街上啊，嗯，这一人，躺，对，后脑勺来一下，呱，哎呦，踢躺下，踩着脑袋，灌碗豆汁儿，啊，站起来就骂街，这是外地的。哦，啪一嘴巴踢躺，踩着脑袋，顿顿顿灌碗豆汁儿、嗯。起来之后一擦嘴，有胶圈吗？北京人，嘿哈，北京人也太贱了，这就好喝这个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、啊。好喝这个，嗯，小吃嘛，是吧？嗯、还有那个茶汤，啊，这也是北京小吃啊，龙嘴大铜壶。对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、哦、茶汤，我老觉得它这个是个技术活。那真是技术，那壶多大呀？嗯，大壶，攥着把儿，哗、嗯，哎，准到这碗里边。那是啊，插上小勺，嗯，一吊个儿，
这勺出不来，就那么稠乎，里边东西也出不来。是是，这是学问呢。嗯，这是学出来的。嗯，外行来不了这个。那是，这比例怎么掌握？嗯，哗，好，脚都烫了。哎，这碗里一点没有，没法弄。嗯，这个煎饼果子大伙儿都喜欢吃。这个我比较熟悉。哦，我是天津人，这是天津小吃。十六岁之前一直在天津长大。嗯，天津的煎饼果子我觉得可圈可点，真好吃。那面就很好。啊，绿豆面、黄豆面、嗯、小米面、白面、哦、棒子面，嚯，各种的面掺和在一起，不同的比例。嗯，不是拿水和面，哦，清水煮羊骨头，哦，把那个水再过箩，用那个汤来和，这讲究啊，再摊出来。嗯，一般天津的煎饼果子摊旁边呢，就是炸油条的，嗯、这个挨着现炸的油条卷上吃。抹上小料，嗯，辣椒啊，甜面酱啊，有撒那个羊肉末的，哦，有最多的能到十几样小料，这么讲究，吃吃吧，这儿吃完了，嗯，到中午都不饿，解饱。油条也好，现炸的，嗯，啊，天津炸油条讲究得够一尺，这么长，枣红色，嘿，啊，拿起来，嗯，瞧着就痛快，够啊，吃吧，嗯，口口香脆，是啊，好吃。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现如今。北京的油条业比较冷落，还油条业干嘛？北京油条炸的不是特别好。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北京的小吃也很多。嗯。啊，好几百种小吃，关键都没人做。对，都不干了。这跟说相声道理是一样的。嗯。你东西再好，得有人出来卖。是。现在北京油条，咱实话实说，也就一拃来长，就这么大。哪枣红色啊？嗯、跟于老师那脸色差不多。啊，跟枣红差不多嘛。嗯。腰子色儿，哎，这还没煮的，嗯，是呢，拿到手里边，当时就下来，嗯，蔫儿的，蔫儿的啊、嗯，咬一口，哎呦，咬不动，嗯，这儿只要一撒手，啪就出脸上，哎、改皮掉了是怎么？知道吗？拿剪子绞碎了，哎呦，搁嘴里，来口水，嗯，哎呀，这儿咽药呢，知道吗？没法弄，包括北京有的煎饼现在也不好吃，哦，还那白面的。这面就差着了，白面摊完是粘的，是啊，摊完这么大张，哎呦，正当中啊，搁一薄碎，这么点儿啊，薄碎这么大，嗯，然后夸夸夸夸，跟叠被窝似的，哎，好几折啊，你像这么大一煎饼就叠完这么大，嗯、好，咬一口沾上牙糖子，哎呦，咽不下去，拿火筷子往下捅，哎，受罪嘛，没法弄，嗯，还有一种小吃现在见不着了，什么呀？蒸耳炸，什么叫蒸耳炸呀？西葫芦馅的大饺子。哦，西葫芦跟羊油和了馅儿，嚯，加胡椒粉，嗯，蒸完了不卖，嗯、非得过油再把它煎出来。哦，还炸一下，这名儿多好、嗯、啊！蒸耳炸要炸耳煎，这完了啊！炸耳蒸不行，这那完了，本来挺脆，一蒸就塌了。哎嗨、啊，那是不行。给一醋碟儿，有蒜，有什么醋，点点香油，蘸着吃吧。嘿，特别的香。嗯，这边吃，那边枪毙你爸爸，你都不心疼。哎，我也太馋了吧这个。就说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、啊？您这还有好些个小吃、嗯，小孩们喜欢。什么呀？就是跟玩具是有关的。什么吃？现在见不着了，比如吹糖人的。哦。糖人，各式各有模子的、啊。对对。有不带模子拿手。哦。嗯、啊。真好，这手艺活。我们有回在庙会上，于老师瞧见吹糖人，是我来块糖，我试试。啊，我也要来一个。啊，他要吹，我给你们啊，吹寿桃。好啊。啊，你他哪会呀、啊？这是吹吧，呜、吹着跟腰子似的。我跟这腰子太有缘了吧？我不是啊，人家吹汤人也说，不信您得摁着点，摁着点，摁。哟，嗯，吹完了，寿桃吹着跟屁股似的。啊、嗯，瞧这形嗯，还有这个卖糖画的，现在有的地儿还能见着。啊，糖画这也是手啊，有一个锅煮着糖、嗯，旁边一块青石板，嗯，拿着勺啊舀着糖在上面画画，啊、嗯，到最后沾上一根棍儿，对，拿起来，嗯，小孩们都喜欢。庙会有这个，是他有的时候他弄一画板，嗯，你跟那儿拨了那汁儿，哦，你要说哎，这汁儿转来转去转到凤凰上了，嗯，你算挣着了。怎么？凤凰大呀？哦，给的多啊，糖也多，尾巴也大，是，哗一转转一耗子屎，完了，哎这。那不是就这么一点吗？还耗子屎干嘛？说是，这就看你手气了啊！这个得有绘画的才能，
啊、哦，还得画画。你要外行，你来不了这个。是吗？外行也弄这个。嗯，来，快来，上我这儿来。外行，你别看我没学过，我胆儿大，我敢弄啊。能画就行。来，小朋友，来、嗯、转一下吧。转。哦，金鱼，好极了，你看我的啊，金鱼。哎，嗯，金鱼有耳朵吗？金鱼哪来耳朵？咱们来一小白兔啊、哎！兔子也行。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好，嗯，腿太长了啊！那来个驴啊、哎！驴腿长，来个驴。阿凡提，嗯，驴有后脊梁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咱们来骆驼啊！骆驼哎呀，多了，来糖饼吧！啊、哎，这好，你别画好不好？中国的小吃。外国也有小吃，外国是什么呀？比如说披萨，哦，披萨是小吃，好多小姑娘爱吃披萨哈，哎，时尚的披萨其实原来是中国人发明的，啊啊，底下是棒子面、哦、上边是韭菜跟小虾米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披萨，您说这是披萨？对，这是糊饼，这还是老北京的小吃啊，底下棒子面，上面韭菜鸡蛋。我老觉得这俩差着太多，哎，差远了。其实好多外国小吃是打中国走的，是吗？你比如说啊，咱不开玩笑啊，嗯，日本人吃这寿司，这个寿司是中国人发明的，是吗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嗯，人们为了逃荒吃饭方便，哦，哎，发明了寿司，哦，就为了省事，后来传到日本去了、哦，包括那手卷儿，嗯，紫菜包着那个，是，那都是赌徒们发明的。哦，赌徒净顾耍钱，没工夫吃饭了。嗯，你吃别的，弄沾一手米粒儿，拿那个紫菜包上、嗯，也能吃饭，也不耽误业务。这什么业务？这是知道吗？啊，这是中国人发明的。哦，啊，你还有这个意大利面啊？意大利讲究吃面，意大利面。对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的。是吗？有讲究。哦，一清二白三红四绿，知道吗？意大利有宽条的，有细条的，知道吗？您说那是意大利的？意大利在哪儿呢？意大利就是在这个甘肃啊，这个反正是有这么个城市。您说那兰州拉面那是，还甘肃是意大利的，是吧？啊，什么一清二白三红四绿？啊，我觉得差不了太多。哎，反正面是好吃，差不太多啊、嗯，挺好吃，大伙儿都喜欢。哦，西餐反正法式的、俄式的、美式的都有，是有的咱们吃得惯，有的吃不惯。对了，你比如吃牛排，我到现在就够呛。不爱吃，你看咱们吃牛肉得炖透了。对呀、啊，人家吃鲜，怎么叫讲鲜？哎呀，几成熟？四成熟？五成熟？六成熟？对对对，讲究，夸这一刀切下，呲、啊、一脸血。哎呦嚯，那么鲜，太鲜了。哦啊，窗户外边有一瘸牛正骂街。哎呀，这牛都恨疯了啊！人家侍者都问、嗯、先生，你吃几成熟的啊？哎嗨。就这模就甭问了，告诉人家我这几成熟，人、啊、讲究啊，一成熟一成熟啊，一成熟的，成熟啊，那怎么烤啊这玩意儿？反正饮食习惯嘛，啊，人家觉着这样吃最舒服，哦，其实也很正常，是吗？因为倒退些年，咱们不也是茹毛饮血吗？是不是？那还倒退些年干嘛？那早了，就是人类早先那会儿原始社会啊，你上哪儿吃熟的去？就生的呗，不就吃生的吗？嗯，一直到现在，有些个地方不是还有那个原始部落吃人肉吗？啊，有，是不是？嗯，就盼着来这个旅行团的，是吧？那地方也吃旅游，他也着急啊。嚯、哦，旅游吃的他肥是啊，知道吗？是啊，野人嘛，是吧？嗯，野人分多少种？哦，有一种野人是不吃人，但是很臭，知道吗？臭，你看，专门跟那什么弄滑板的呀，这类的，什么野人呢？这都我徒弟碰见的啊。哦，我们说的不做游戏，啊，就是以打猎为生。这是真野人，真野人太野了。哦，也是一家三口，嗯、啊，媳妇儿孩子带着儿子，啊、知道吗？你往那边比划行吗？老是儿子比划我这儿，你一家三口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丈夫，媳妇儿啊，儿子是吧？哎，这别指 啊。早晨起来，媳妇儿收拾山洞，嚯，她归置东西，还收拾山洞，啊、归置吗？嗯，听说咱们这儿要来旅行团了，嘿，啊、我带着儿子打猎去，是吧？这打猎，扛着家伙，嗯，背着弓箭，哎呦，啊，叫儿子，哎，行，这边这不错，叫儿子，哎，谦儿走，哎，还好容易从那边比划，名儿还跟我一样，你野人嘛是吧？走，嗯，这俩出去了，嗯，走。当当了当滴当，里个里个当，里个里个当。这什么音乐这啊？配点音乐显得好听啊！不用这个，走走哎，嗯，嘿，
来人了，前面有啊。哦，大胖子，嘿，这打特别胖，孩子高兴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饿了，打，摘起弓箭来，射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，这个油太大，还挺讲究，这吃的对身体不好啊。哦，胆固醇太高，甘油三酯也会高的。哦，啊，我们健康饮食啊，还健康饮食，走，再找一游客啊，走。哦，哎，这边来了，摘下弓箭来。哦，不行，怎么太瘦？瘦也不成，太瘦塞牙。你瞧，没有影响啊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走走走，往前走。孩子哭，哎呀，饿死我了。就是，别闹别闹别闹，往前走，到前边。哦，有，哎，金发美女，嘿，在河边那儿。啊，孩子，你快点打这，快点打，快点。嗯，别闹啊。怎么了？抓活的。哎，这怎么改抓活的了？抓活的，爸爸有用那个。是啊。别闹啊，逮活的啊。哎呀，我饿。别闹。嗯，回家把你妈炖了。哎，没听说过。